我是 Bossa。今年从1月开始突然下大雪，正好可以过一个有雪的春节。一觉醒来，雪已经这么厚了，是时候出去扫雪喽。手为什么很细，这么清楚啊？这个手，这不对啊，为什么这么细腻呀？过节啦，过节啦！新春佳节之际，我想与大家分享一首非常有名的诗，在国内读过书的朋友们应该都很熟悉啦。《元日》作者王安石。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关于诗中提到的桃符，有种说法是桃符其实代指春联，就是如今门两边贴的红色对联。
我也写了一副虎年春联，想在纸上画出来，让大家猜猜看。一共两句话，14个字，每句话7个字。其实我不会画画，嘿嘿嘿，凑合看吧。我的简笔画是不是太简笔了？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出来，这是上联的前2个字。蓝色呢是云，有一条下山的路，然后上面红色的是虎爪印。第二幅图也包括了2个字，旁边的是小树，这是同样的一条路。现在重点来喽，在这要加一点动势，树林的方向，还有云彩的方向。树林的方向是这个样子的，还有我们的虎爪印，然后云彩的方向也标出来了，是向下的。这个我不知道怎么画了，我还是直接说吧。这个东西蓝色的是雪哦，它是雪哦，虎爪子踩在上面踩出了脚印。同样的，虎爪子也是有方向的，这一次是向前的。接下来画下联，一样是7个字，分为3幅图。首先第一幅图，黄色的是山，看着山说哇好高呀。第二幅图也是以山为背景，前面蓝色的部分是云雾。第三幅图一样代表3个字，下面蓝色的部分这一次是冰霜。虎爪子踩过来，方向是朝向这边的，踩在冰霜上当然要发出声音啦，应该是咔咔咔的声音吧。怎么样，我这种画画水平猜出来了吗？现在来揭晓答案啦。上联，云浮林开踏雪去。下联是山仰矮洞破霜来。云对山，浮对仰，林对矮，开对洞，踏对破，雪对霜，去对来。上联是虎的视角，正在下山，下联是我们人的视角，看着虎缓缓而来，因此横批为猛虎下山，是不是很威风呀？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沉稳而坚定，势如破竹，英勇无畏，好似猛虎下山来。好，
饺子是中国北方过春节的传统习俗，我就来自北方，每到过年的时候，我们家的桌子上一定少不了饺子。通常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包饺子，才有过年的味道。这次因为疫情不能和家人一起过年，好在包的饺子还有家里的味道，也算有些安慰吧。Thank you.
At the end of today's video, I'd like to update you on some new content of my channel. I created a book list called The Channel Viewer's Choices in the Study with Bosa livestream series that focuses on books and authors recommended by friends who watch my channel. This, I believe, will help to facilitate exchanges and discussions. Please visit my stream videos and click the stream schedule link in the introduction to view this book list. The book list is in the second table. You can see the writer, the language, the book name, and recommended by whom. Let's begin a New Year's reading together. Thank you, and see you next time.不会画呀。